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大哎呀，都说啊，学习中文呐是太难了，但学习东北话是更难。这本书我都背不下来，来看一看都是什么啊？听力吐露，吭哧瘪肚，噼里扑噜。 咋着？开始背词儿了。带车去，胖子别录，撂蹶子，噼里咕噜。 三宝赖，怼，啷啷踹，嘎，三宝赖，怼，啷啷踹，嘎，三宝。我这咋整？你干啥呀？我不就是干哈的吗？你上来给我嘎了一下，你干哈呀？我哪知道你是干哈的？啊，你呀，你是碰瓷儿的，你看我干哈呀？ 我是碰瓷儿的，我不是碰瓷儿的，你在上我干哈？别洗了！咱怎么的干哈？你别怪我干哈？那能咋的你？啊啊 哎哎哎！别来了！别来了！停！你问他？你俩干啥呢？你问他干啥呢？问他？哎呀，我不用问了，我可看见你俩干啥？干啥了呀？啊？咱俩都干啥了？干啥不在干啥呢吗？对呀。你不过来，哎，干啥了吗？你没看见他在干啥呢吗？ 你没看见他在干啥呢吗？我不就过来，你看。哎哎哎！你们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，你干啥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没干啥呀。没干啥，你们干啥呢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 哎呀，你打我干啥呀？干啥去了？哎，我干啥去了？你干啥去了？你不知道你干啥去了吗？你还问我你干啥去了？问了怎么你干啥去了？你到底干啥去了呀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你渴了，我就干啥去了吗？你饿了，我就干啥去了吗？买东西的呗。你热了，我就。 干哈去了？你到底是干啥的呀？我是干哈的？啊，我是他老公，我媳妇儿。哎，你们干哈呢？没干哈呢。老师，您干哈呢？ 我刚才在身上你都看见你们在干哈呢？我能不干哈吗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这是干哈呀？你们不好好说话。 非得说干哈干哈呀？到底是干哈呀？老师，你这是干哈呢？我问你干哈就干哈呀？哎。
他们都这么个哈，你还不个嗨一下吗？鼓掌啊！